新闻一开始来关心，今年一度大家嘛了解，新历七号起价，预计八号暗时，伫来到咱彰化市区内，一路上热情的妈祖信众哦，拢会准备充足的物资来慰劳这阵几啊十万的信众。电信业者台湾大哥大，就甲咱新平的友善电视开破大宽频合作，提供冰凉矿泉水以外，现场过来设置在手机的充电站，除了好顺乡客会当小休困一下，阁会当好手机啊充。慢点工作人员提着矿泉水分好，带着妈祖高岗八枚廖敬的信众，马来向因加油打气。除了茶水以外，业者提供的休息站也有真大心的服务，就是手机啊充电站。刚好没电吗？40几%快没了。刚好有充电站，很方便哦。很方便，谢谢。业者讲，这几年伊拢会伫大渡桥头来迎接大家妈廖敬队伍进入彰化，看到妈祖信徒虔诚的模样，予人真感动。提供茶水加手机啊充电站，嘛算是对妈祖的敬意。就看到大家这样子付出，然后我们就想说，然后就跟大家一样，然后看他们走得那么辛苦这样子，然后为妈祖这样子，看那个信众这么虔诚，然后我们就 每年我们就会来这里，就是奉茶，然后设充电站这样子，然后让那些信众可以在手机没有电的时候可以让它有电。而且强调，茶水站加充电站的设立，唔那好乡客休困，嘛好手机啊充电，人加手机啊拢充饱电，继续带着妈祖向前行。头条新闻，张世良、彰化采访报道。